敢和世界杯抢风头的大概也只有国足了。当其他球队在球场进球时，李铁也在带领蛀虫纷纷进球，敛财上亿只是冰山一角。假球保护费管理费内幕触目惊心，国足六大害群之马被揪出，有人罪名坐实被捕入狱，有人从万人敬仰到人人喊打，如今下场个个大快人心，国足蛀虫们一个也别想跑。第一位是李铁，作为当下最热门的人物，李铁并不是因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，而是因为他涉嫌了大量的贪污受贿。在李铁的一个银行账户里就发现了足足1亿的存款。不仅如此，李铁还做出过许多令人愤怒的事情，比如在他担任国足主教练的期间，同时还担任着武汉卓尔俱乐部的主教练。当时国足给了李铁上百万的薪酬，但是这根本不及卓尔给他的三分之一。在武汉卓尔的期间，李铁不断地通过给球员涨薪，然后达到了中饱私囊的行为。当时李铁给某个球员薪酬从300万提升到了700万，当俱乐部将钱下发后，李铁却从中拿走了整整300万。除此以外，李铁还曾经安排球队打假赛，这一次李铁被抓，直接牵扯出了一条盘根错节的关系网。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才导致了国足生态如此恶劣。李铁通过打压以及让重金引入的规划球员无法上场，将那些没有什么水平的人放到赛场上丢人现眼，更是早早地将自己的妻女移民国外。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证明了李铁的心虚，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中会暴露，这些都是他留下的退路罢了。盘点国足的六大蛀虫，第二位是李广义。他在2007年的时候担任了天津泰达俱乐部的经理，并且在这个位置足足待了8年的时间。在这期间，李广义虽然也曾经带领天津泰达获得过辉煌，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犯下的罪行。李广义涉嫌挪用国有资产，在他任职期间，天津泰达俱乐部疯狂地购买外援，最巅峰的时候，天津拥有高达9名外援。但是这些外援，他们的队伍里，人们只看到了4个，剩下的全被他们租借了出去。按道理说，租出去的球员工资应该由租借方承担，但是这些钱仍然是天津泰达在支付。这种行为让人们发现了其中的猫腻，相关部门直接介入了这件事，并且对其进行了缜密的调查。李广义和李铁一样，他犯下的案子中涉及到人非常多，而且因为案情巨大，直接成为了自1988年来天津泰达俱乐部最大的案子。有这样的存在，我国的国足如何能够发展起来呢？人人都为了钱，那么谁还会用心的去踢球？你知道国足的六大蛀虫都有谁吗？如今下场让人拍手称快。第三位是董文胜，他是和李广义同流合污的人。在前段时间，董文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，他原本是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。他任职期间，董文胜在俱乐部的工资以及财务上不断做手脚，大量的球员遭到了欠薪，他的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俱乐部的经营困难。仅仅将董文胜抓走，完全无法彻底根除国足内部的蛀虫。作为这庞大网络中的冰山一角，董文胜的事情就足以令人咋舌。至于为什么董文胜会东窗事发，主要是因为和李广义在外来引进球员的工资上侵吞了大量的回扣。当时董文胜的妻子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向有关部门举报了他的行为。要知道，当初天津泰达为了引进那9个外援球员，花费了整整3亿人民币的天价，但是这笔钱花出去以后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收获，天津泰达俱乐部的成绩没有任何的提升。董文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让网友们看到了国足的内部到底有多么黑暗，很可能在其中吃回扣捞油水已经成为了常态。这些人抱着雁过拔毛的心态，任何一笔钱经过他们的手上，都要将其中的一部分放入自己的口袋。怪不得娱乐圈内的许多明星都要出面对国足进行抨击，或许是因为被触动了内心的伤口。这些人就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直接蹦出来对这些明星进行指责。但是作为一个竞技运动的队伍，拿不出任何的成绩，那就是原罪。相信许多国足球迷的内心都一直在重复退钱哥的一句话，那就是日内瓦退钱。盘点国足的六大蛀虫，第四位是张璐。作为国足队员的一份子，张璐曾经担任守门员的位置，但是在这里他不仅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，还疯狂地贪污捞金。在这期间还曾经曝光出张璐出轨的事情，他拿着非法得来的收入在外面包养第三者，每个月足足要给对方20万的生活费。要知道张璐早就和美女主持人陈蜜结婚了，如今更是拥有了一对儿女，原本是非常恩爱的夫妻，但是逐渐的张璐变了。本来隐藏很深的张璐不会被发现，这一切还要归功于李铁。他被带走后的一波自爆，直接将那些隐藏在深处的蛀虫给曝光。张璐虽然在赛场上的表现还算不错，
但是丝毫没有身为一个球员的职业素养。曾经在赛场上涉嫌踢假球，当时的张璐还在天津权健。某一场比赛中，张璐的表现非常差，权健的老板看到后都非常的生气。原本以为是状态不好无法将实力发挥，结果却是张璐收了对面的钱，将一场场的比赛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。这个曾经的国足一号门将，一步步将自己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一次被抓捕之前，张璐曾经因为酒驾被判刑。可以说张璐是汇聚了所有的恶习，这样的人能够在国足中存在这么多年，直到李铁的招供才将他揪出来，足以见得国足的水到底有多深，以至于曾经的王健林和赵本山想要掺和一下，结果被国足搞得遍体鳞伤，一辈子对足球产生了阴影。盘点国足六大害群之马，蛀虫们一个也跑不掉。第五位是田旭东，他曾经是武汉卓尔俱乐部的董事长，但是最终也沦为了一条蛀虫，趴在国足这个庞然大物的身上不断的吸血。随着李铁的事件舆论越来越热，田旭东最终也被人带走，并且和李铁不同，田旭东被带走的时候双手是被铐上了手铐。而之所以田旭东会被人发现，主要还是因为当初武汉卓尔俱乐部与李铁之间的关系。当时李铁出入武汉卓尔的时候，对方给了李铁3000万的年薪，但是经过了一年的比赛后，武汉队的成绩并不出色，所以俱乐部的董事会便感觉李铁的工资太高了，不想给对方这么高的薪酬。但是当时李铁已经把牛吹了出去，如果拿不到这么多钱，他没法和底下的球员交代，于是便和俱乐部撕破了脸。这其中田旭东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这一次李铁被带走，田旭东紧随其后被调查，虽然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，但是大家对于田旭东所犯下的罪行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大概的猜想。在国足里面，这些人铤而走险为的就是大量的金钱。曾跻身为俱乐部董事长的田旭东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在他任职的期间，指不定有多少的资金被他中饱私囊。对于这种事情，网友们表现得非常愤怒，认为这种人根本不配担任俱乐部的董事长。身为董事长自然是要为大家把控全局的，但是田旭东却被利益迷惑了双眼，不仅将李铁这种人放进了队伍，还让他担任了主教练这么重要的职务。他能沦落到这种地步也是咎由自取。盘点国足的六大蛀虫，第六位是谢亚龙，他是曾经差点毁掉中国足球的人。在他掌控足坛的期间，可以说是中国足球最黑暗的一段日子，他贪污的事情东窗事发，成为了足坛内十年罕见的大案子。曾经我国的女足成绩非常好，在亚洲算得上是一流强队，但是谢亚龙接手了以后，直接将这支一流强队变成了二流队伍。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谢亚龙这个外行疯狂的指导内行。中国女足三年期间让谢亚龙更换了三个主帅，要知道每个球队的主教练都是一个球队的核心，他们需要与队员不断的磨合，才能让队伍的实力发挥到极致。但是谢亚龙多次的换帅行为让女足群龙无首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男足也曾经被谢亚龙连续更换了六次主教练，为此中国男足甚至输给了不知名的小队伍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谢亚龙终于被查住了，他贪污受贿接近200万。虽然和如今李铁等人贪污的金钱相比这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是在当时这笔钱堪称一笔巨款。这么多的贿赂中，就有曾经想要担任国足主教练的人送来的钱，有些人想要借着国足赌金，于是便通过谢亚龙这个渠道折腾了男足一番后，自己满意的离去，留下的是乌烟瘴气的男足。或许男足的衰落从那个时候起就注定了。被判刑十年的谢亚龙如今早已出狱，但是他对国足造成的伤害却远远不是这十年可以弥补的。对于上面的这六位蛀虫，大家希望他们受到什么惩罚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收藏，我们下期见。